ET 个股推介啦，今朝就系建议大家留意快手1024噶。拣选原因系啦，出年一月咧系农历新年嘅传统大节日啦，预期受惠农历新年假期推动啦，市场将会聚焦娱乐相关行业，当中可以留意咧线上娱乐相关股份，例如系短视频同埋直播平台快手噶。快手第三季嘅业绩咧好过市场预期，经调整嘅亏损咧就系6亿7千万元人民币，较旧年同期咧亏损46亿2千万啦，大幅收窄。摩根士丹利就預料啦，內地宏觀環境啦，出年會有所改善，快手嘅市佔率咧將會恢復增長，為收入帶嚟上升空間。據彭博綜合預測啦，快手今年經調整虧損咧收窄去到69億嘅，出年咧將會扭虧為盈，賺1亿5千万。2024年啦進入快速增長階段，經調整盈利啦按年增長57倍至到87億。策略上啦，快手琴日咧就係收報61.85啦，股價由10月低位31.75啦，反彈咗95%，累積一定升幅噶，唔排除高位咧會出現獲利回吐，中線可以留意50至55之間嘅吸納機會，目標咧就係睇76蚊嘅，跌穿47蚊咧就適宜止蝕。